这回好了，这回好了，这回好多了。 谢谢啊，替这个，这是潘旺，谢谢啊，跟您好，好了，见大家真好啊，加拿大健身团太好了。现在我关键是网推友啊，咱这秘密不能，咱有几个网络，几个网络咱在试啊，河南老乡啊，几个网络在试，咱都好好试试，打扰大家了啊，不好意思。啊，我站着挺好，这是站着风格啊，不是怎么喽？这是试试咱们的各种网络啊，这核心秘密啊，这未来告诉你们，咱们这各种网络都被他们害瘫，这个我刚公布的我那个律师那个律师的网也被他们给害也害瘫了啊，我衬衫漂亮，特做的，我设计的啊，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啊，可以展示一下啊。看明白了吗？这都是我设计的啊，超漂亮！这个布料都是特别设计的啊，都是特别看着是黑的，但是大家可以看我过去直播节目当中，基本上没不超过2次重复过衣服，连内裤也没重复过，都是新的。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注意，刚才欺负助理，我的助理就是现在反应有点问题，没欺负他。我不是直播，我是在测试啊！我是测试各种网络，各种网络，各种方式。刚才今天看到第一次的时候，那个网就被他们给害瘫了。咱们实际上16分钟，但是上网11分钟。刚才我也删掉了。这个他们现在通过各种方式来害我们的，害进我们的这个网络。咱现在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咱们的成本没那么高，他们的成本高啊！他们成本可惜都是盗过咱们拿咱们老百姓的钱啊，这是有问题的。现在很好，就是这几分钟好，他们没反应过来呢。这5毛7毛们啊，我不是属羊的，我属狗的。训斥助理，人家要投共了，他投不了共，他是香港人。他投什么共啊？共还不要他呢！中国共产党从来不相信香港人，千万记住。聊聊那3把冲锋枪，这是警察，那些警察去的，是严格讲是警察啊。这个他们约我，台湾的老流氓刘家昌，这个帮助台湾的一个黑社会，还有菲律宾的总统，这个想把我灭了，也是一个经济纠纷。然后他们就写了信，叫朱镕基把我抓起来，然后呢不灵，然后就约了我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吃饭。我去了，我才知道一桌子人120个，结果就把向华强先生和他夫人给叫来了，然后他们叫了一起那些黄毛啊、金毛啊这种什么的，然后喝差不多了。那天向华强先生拿一大瓶酒，好酒，很给向华强、跟刘家昌面子。结果我才明白，这叫香港叫摆台子。啊，黑社会摆台子，哎，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后来刘家昌说，你知道吗？这事儿要不行，那说不定就弄死你了。我一听我就火大发了，这个啊，所以说我也打电话找几个人过来，找几个人，警察来的，拿冲锋枪，3人准备好了，保护我说这他们动手全给他灭了。结果那天我一再挑衅，没动手啊，这个一直想让他们动手，没动手，那他动手那全给他打成筛子，我跟你说。什么用？什么黑社会呀？黑社会都是怕死，不怕死当什么黑社会呀？哎呀，什么黑社会呀？拿着刀砍没有刀的人，有种的人叫人家拿起刀，你拿刀或你不拿刀跟人砍，那叫黑社会。那黑社会电影香港拍都是自己拿一刀、拿一枪，对那没刀没枪的，这个砍，那叫黑社会吗？那叫流氓。黑社会是有品的，你知道吗？黑社会是有品的，那是，那开玩笑吗？哪有这是吓唬人的都是，黑社会你拿着冲锋枪，你看他当黑社会，那比谁跑都快。我告诉你，
红门。对了，什么样的黑社会在共产党面前那都是小蚂蚁啊。谢谢啊，台湾肯定不去，台湾早就成了咱们的盗国贼们啊，流氓们盗行，哪还有台湾了？台湾早就沦陷了，香港正在沦陷中。哎呀，是啊，你说那黑社会那刘家昌个老流氓在那摆台子吓唬那些没种的，到处骗吃骗喝的。哎呀，他帮人家去要数，拿50%的佣金，结果他遇到我了。哎呦，这还整老流氓，饭都混不着吃，台湾也不能待，一天天的，天天咱俩就唱他那什么歌。哎呀，这种人啊，混子。现在人千万别多，别影响大家睡觉。咱试试网络呢，不需要这个太多人，咱们试试网络。拍电影干嘛啊？不让拍，我女儿老是说拍我，千万不能让她拍。有什么呀？百年以后谁记得你啊？这500人朋友里边，你们谁记得秦始皇啊？谁知道清朝的皇帝是谁呀？凡是那些什么要创造历史啊，名垂青史啊，什么叫人们记住我拍个电影啊，这都是愚蠢至极。佛家讲的很清楚，贪嗔痴慢疑，那都是一种贪名，贪名之人呢、啊、是最可怜的，还有贪权之人更可怜的，百年以后都成黄土，有什么意思啊？对，关美归来拍的特别好特别好，这还叫郭文贵呀、啊！哎呀，我退我太可爱了。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不懂得，此时文贵懂得什么最重要？推友最重要。这个现代的科技的文明时代，让我们大家走在一起，最真诚，没有任何人，没有利益，没有利用，很真诚，想说什么说什么，没人操作，多好啊！怎么那么多人关心景甜背景啊？关心他干啥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呀，人家是个很普通人，让人家走演艺圈，人家走呗，干嘛去非要闹明白人家揭穿人家呀？冯仑先生，我跟他无仇无怨呐。这个我不说人家，人家从来不得罪我，我也不说人家，所以说不说，不像潘石屹，他曾经想把我的项目想给拿走。啊，想抢走，那这必须得说他了。所以说，咱们不能无缘无故的造孽呀，是不是？咱相信姻缘。我们和他今天，我的女助理很酷，是吗？没感觉到，在旁边听不懂我说话。行，你笑什么？你以为你听懂了是吗？很多人替你说话呢，还以为我虐待你。刚才你的这种表现浪费我退伍的时间，应该把你从楼上扔下去。潘石屹不是个笑面虎，是个伪君子，他不配用虎字儿，他叫那个，你要用虎字就那个马马虎虎啊，马马虎虎。女助理太漂亮哟，太漂亮了，伊恩，人家说你太漂亮了，哇塞，是，谢谢啊。我现在谢谢你们，你们老关心我助理干嘛啊？你关心文贵吧，关心我助理干嘛啊？雷阳，我说起来真难受，这雷阳有一个当事人，现在不让我透露，说雷阳在验尸的时候，这个十几个医生。然后呢，一开始说去了5-6个警察，然后就在那骂骂唧唧的说：“你们这帮丫挺的，闭嘴啊，别说话，别敢胡说八道一句，让你们全家完蛋。”你说这是警察吗？这不就流氓吗？后来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是一个我们中央过去一个元首的家人，看不下去了，他是里边最重要的11个人之一。这个是一个这个专业医生说，你们不要对我那么说话那么粗鲁，不要这个嘴当带着脏字儿，啊，到这骂骂唧唧，一帮的人
几个秃脑瓜子外号屠夫的北京刑一总的人骂骂唧唧在那儿说，闭嘴啊，这个小心点啊，别像我弄死你丫挺的啊，不行我把你全家灭了啊，你说有多可怕吧，你说这些流氓简直是，这些流氓啊，人家雷洋就但凡有一点这个是天下纯正这个上天纯正神的话，雷洋一定把这些人要把他们在梦中掐死他们，一定要掐死他们，太坏了，就验你尸体的时候他们也不放过啊，就在那儿对待着这些医生。黑社会，人黑社会是很多人受尊敬的，是讲规则的，他也是讲规则的。黑社会上最烂的叫痞子，然后第二个倒数第二个叫流氓，第三个叫黑社会，黑社会是级别的，他们哪配叫黑社会，欺负一个死去的人呢，死去的人呢，他们就这么对待人家呀。我这耳机就是为了对待这个，没什么，没人指挥我，我从小到大没人能指挥我，还说什么曾庆红江泽民背景，对不起，我也不配，他也甭想，我这一辈子谁也甭想指挥我，门都没有。哎呀，雷洋的事情让人太伤心了，他一个无辜的孩子，一个这么纯粹的孩子，天天喊着爱党的孩子爱国的孩子，结果死成那样，最后在验尸体的时候我听到人家讲简直难受死了，这些人有一点人性也不能这么对待人家呀。贾庆林，我背后的哎呦，贾庆林当书记的时候把我楼都给我收走了，还能是贾庆林吗？他怎么会理我呀？我这点钱还不够人家家里面喝瓶酒的呢。我眼睛 2.5 狗眼没问题。高士胜先生我一直在保持着这个联系啊，非常好，特别敬佩，天人。李克强，我背后李克强，现在我背后是李克强，我就完了。悠着点，齐哥，好。鲜花香跟我没瓜葛，就那天一次。他我相信他是完全不了解怎么回事，被这个刘家昌弄去，到那儿去占场子去了，哎。被人家利用，因为向华强夫妇两个特讲义气，就人家是真讲义气。这个当年他在台湾避难的时候，刘家昌帮过他，就那天去摆台子，叫黑社会摆台子吓唬我去了。哎呀，你想想，咱怕死能走这条路吗？潘石屹先生的微博不让评论。你说有啥不敢评？评论呗，评论，你说有啥怕的？怕就有鬼嘛，是不是？哎呀，不可思议呀、啊！于正声绝对是个好领导，但是人家能理我吗？李敖不知道，傅老大傅振华现在。你别看他又上主席台又嘚瑟的，他会死得很惨很惨的，很惨。他要不死，天下没公平了。十几亿人民不会答应的，九千万党员，有几个不恨他的呀？有几个不恨他的呀？谁不想弄死他呀？他镇压的是谁？镇压的是九千万党员，他绑架了200多万的咱们国家的这种公安干警的力量，必死无疑。不管谁保护他，他都一定是这结局。刘芳菲老公是被弄死了，听说了。哎呀，真是啊，很可怜。推友们，你们千万别觉得你们现在说的话挺安全，然后呢，未来这事儿不会发生你们身上。一定记住文贵说的话，文贵的今天就有可能是你们的明天，就是你们的明天，一定要坚信不疑。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我跟所有的富豪，我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幻想，今天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事情，实际上都跟我们有关，我们做的孽，就会在社会上发酵。散去了，还剩4个网友，有人吗？泥巴土豆，看来。
赵日天有，自由博爱 ，Damask。文贵回来了，文贵回来了，刚才发现了秘密了，测试发现了秘密啊！郑介甫，别搭理这个老流氓，瞎胡折腾，你等他折腾折腾，他就知道咋回事了，别搭理他。你们搭理他就是给他面子，他也不值得理啊，他连个保守坑的蛆都不是啊。红二代当然搭了，太搭了啊。芝加哥健身团，任志强先生现在不聊，未来我会有一期好好聊聊啊。我跟他还是有些过去有些这个间接直接的来往的啊。东北老乡太好了，这个黑客攻击的方法，我们现在刚才逮到了一个，很好，又取了证，也找到了一个方法，嗯，有意思，有意思啊。王林呢？王林这个我跟他熟，我跟他认识，人都死了就别说了，这个我被他坑了700万人民币啊，然后呢花了很多时间，谢谢您做着梦把傅政华给抓了啊，谢谢，太好了。我的推特呢，有些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很多关注的，还有包括这个我看的，都是被黑客给这个取消了。大概每天我们的评估大概在7000到11000之间被他们给这个拿掉了关注，每天，因为我每天现在增长量大概在23000左右或这个17000之间。所以他一定保持每天让你增加2000到3000，然后再把你这个给你取消一些，这就是这帮人干的这些坏事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不是文贵把你们拉黑了，不是给取消关注了，是黑客们。又卡了吗？没有啊。肯定黑客在这看着呢，那肯定看着呢。绿地集团有背景啊，我站着呢，我站着呢，大家看着，我站着呢。我知道很多这个推友都给我发信息说这个，被这个取消关注了，被屏蔽了，全都是黑客干的。说说范雅，我每次都说范雅的事情我正在高度关注中啊，放心吧，我期待着所有的相关人士多给我发一些这样的信息过来，这非常的重要，多发一些过来啊。我这手机的录音也大部分是自己编造的，还有我给别人发的语音，然后他把它组合到了一起，那不证明更加证明了我真心的是爱国吗？真心的爱人民吗？真心的爱政府啊，他给我做广告呢，这家伙脑子有问题。我说哪句话不对了吗？有什么不对的吗？哎呀，这个范雅这个坑人就是腐败干的事儿，腐败呀、啊！真正的黑手是腐败呀、啊！我经常去加州，过几天去加州啊、一周后去加州。可咱不能随便说人家明星都不容易，咱干嘛？咱不能为了创新高就说明星啊，那不可能的。我不在乎，说实在话，我不在乎这些事情啊。这个我在乎的事情是和推友们真诚的沟通，让大家知道真相，让大家得到切实的利益啊，这是很关键的。你像这个。现在的中央的某个部门的重要的领导，这个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把这个其中的几个明星请来，也几个小女孩子，都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女明星，几杯酒下肚去，当着面就对人家不礼貌，就把人家往屋里拉，是不是？最后那女孩哭着跟我说，她说能不能救救我郭大哥，我看不下去呀，我看不下去呀。然后我就跟这个官员闹掰了，结果这个官员啊后来干了很多坏事儿，
在网络上给我造谣，啊，这种事我不能说，因为你说了会影响这个女孩子人家的前途，啊，但是呢，早晚有一天我会说的啊，说说其他的事情啊，说你说啊，说我夫人的事儿啊，哎呦，我夫人特别胆小，就是一家庭妇女，哎呀，这老天爷不公平啊，这个我们家天天宣传爱国，把我太太宣传到现在，来了以后啊，这两三年了。这个半夜了醒来以后就抱着我问我，哎，你会不会有一天你就是成为叛国贼了呀？你说这怎么说这话一说？说我能不能有一天变成叛国贼了？我说我叛谁的国呀？然后有时候还问我，哎，你说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是被美国情报机构给弄去了，给人家服务啊？你说你哭不得笑不得，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然后呢，我一跟他一说两句吧，那你让我爱国的呀，你说过的呀。你怎么办现在？他用我的矛克我的盾，但他不知道这个矛和盾现在已经被雕了个成假的了。哎呀，很难受。包括我这女儿啊，这个每天都给我特认真的给我做工作。他说：“爸爸，你不能被邪恶势力所利用啊，啊，你不能被这个反国反动势力所利用啊。”他不从来不上推特，从来不看我节目。昨天我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赵岩先生的节目和郭宝胜先生的结果，哎，他一看说这个人好像东北人呢，哎，我说你说对了，哎，跟咱们哥长很像啊，哎，一听这人说话水平挺好的呀，然后看到赵岩先生在翻白眼儿，在那儿笑，哎，他说你们这节目挺好看的啊，我说我们推特的世界是非常美好，欢迎你加入，哎，起来走了，不看，为什么？很多官员告诉他说推特都是邪恶的，好人不上推特，什么人不爱推特呀，精神不正常，没工作没饭吃啊，不是在人生不得意，你说是把他训练成这人了，他以为我们的推特人都精神病的世界，你说这玩意儿，哎呀，被爱国洗脑太可怕了，我女儿一半脑子被洗了，我夫人是绝对被洗了。爱国为什么爱党啊？党这最起码的谁给他权力党的代表国家了呀？我什么时候我在任何地方没说过爱国党，任何情况下我没说爱国党，无数个领导都问我这个问题，说你这个郭文贵你要爱党爱国呀，我说你说错了，我爱国不爱党，我为什么爱党，凭什么爱党？李嘉诚先生要谈李嘉诚先生，别谈，我这一谈香港的股市，我估计都暴跌，得暴跌，我可不想谈。啊，我谈真的是现在，文贵过去28年准备了28年，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告诉你，香港的富豪在大陆做的恶。一旦被揭开，全人类也是会震惊。有些人是变态的，有些人20几年前一位香港的富豪专门有一帮队伍在大陆专门找处女，找13岁到17岁之间的处女，这个找了处女以后呢，就把这个用红枣啊，最好的红枣干红枣塞到这女的阴道里给他养着，让他吃，他认为这样补元气。你去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人呢，畜生啊，你七哥绝对不自恋啊，绝对不自恋，但是呢也绝对不看不起自己，你想这些多可怕呀，多可怕呀，而且这些人你想想都被这些盗国贼们可以以爱国的名义，所谓的统战的名义啊，然后让他们帮助洗钱，帮助作恶，出卖香港，当了实实在在的卖港贼啊，多少人啊，谁敢站出来说不啊？所以说香港我就纳闷了，为什么这老百姓就不敢站出来叫香港议员说，谁敢签下来一个保证书，我在大陆没嫖过娼，我没有在大陆和盗国贼们联合起来卖香港，谁敢站出来说啊？有人敢吗？香港的这些建制派的议员们，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些警察们、高官们，
谁敢签下来向香港立法会去签下来说我没在大陆嫖过娼，我没被大陆警察威胁过，我没被香港的就是国保，国保就是在香港的调查部队国安的人没被他们给左右给威胁过，谁敢说？这不很简单了吗？在建制派在那立法会这么嚣张，为什么涂谨申长毛不去问他们说你敢不敢签下来？长毛先签给他们，我没去东莞嫖过娼，他们敢不敢签呢？让他签签试试。香港的这些警察们每个人都签一个保证书到廉政公署，我没去东莞嫖过娼，我没向大陆配合大陆警察在香港抓过人，我没配合大陆警察去收过家，我不知道大陆警察收过家，有没有这样？有人敢这么说吗？马建部长，我不相信他犯罪，他是完全被陷害，就是因为掌握了很多人私生女腐败贪污盗国 掠夺国家财富是被灭口了，我不相信他是被这个，不相信他的犯，绝不相信他。马部长的故事早着呢，我未来好好给说。他当时管港澳台的，港澳台很多事情他都知道，他的下边的那个最关键的人物已经被专案组给弄死了，已经给弄死了，就是怕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但是他人是死了啊，这个但是这些人的资料没有死啊，这是肯定的啊。我是对国家抱有希望，我对国家抱有希望。台湾当然是民主了，台湾绝对是民主。是，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站着说，同时要试的同时，因为刚才我收到太多太多这个推友们的关心啊担心啊，还有推友们特别是发来的很多信息，特别老兵们发来的信息啊，因为我还在开会，我就出来跟你们试试网络的时候跟你们也聊一聊。哎呀，现在文贵在推特的世界的感受，这种温暖亲情不能言语啊。台湾要统一了，台湾统一。裕达国贸从来没挣过钱，他成了我一个融资的工具，一直都赔钱。我看到你了，看到我们，看到你了，我最不想当就网红，我最不喜欢就当网红。哪个省最腐败？都腐败，没有不腐败的。所有腐败的程度超出你们所有人想象，你们这绝对不可想象。马建副部长几次在谈到这个中国的腐败的时候，他都是伤心欲绝，他感觉到这样下去国家这样就完了啊，因为他只要掌握太多了，每个人都装傻骗老百姓，最可怜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中国历史上哪一次最后牺牲不是老百姓啊？货币贬值10000倍，最后就是国家将换了朝廷。哎呀，哪个不是如此？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呀，就为了挣钱，为了和当官的能达成这种腐败，官商勾结就不行了，就是让当作为小三儿能被人家宠爱一下子，那这自己的妈都能卖出去，自己的女儿都能送上去，要钱要到了不要脸啊，不要命，妈都不要，闺女都不要，老婆给人家，多少这样的人呢？装模作样的开着私人飞机，说着那种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事实很简单，你敢说真话吗？不就你那点钱，你胆子大吗？你不要脸吗？是不是找几个当官的帮助你弄点钱吗？是不是动不动就说着自己高大上，好像自己与众不同，有天赋异禀的智慧？在中国有智慧你一定没有未来，在中国你勤劳，勤劳是给别人赚的钱这在中国你有能力，有能力可能是你的灾难，只有一样能让你过得富裕过得好，那就是胆儿大不要脸啊，胆儿大不要脸，这是起码的常识，谁都别把自己弄成高大上啊。赵本山先生我熟，我去过他那儿，这是天才，他现在出不了境啊，很惨呐、啊，得罪人了这个，但是赵本山先生给中国人带来的快乐，我觉得任何一个有常识任何一个有天理的人都不要对人家个人这样那样的评价，那都是羡慕妒忌恨，转移社会视线，
人家赵本山先生给中国人带来的快乐，他享受什么样的生活都值得。我觉得中国人要一定给他尊重，而且要支持赵本山先生，而且一定要让他继续表演。他是中国真是也是百年几百年不出的天才呀，不出的天才太难了。毕福剑先生本人不认识，所以说不敢谈。签名是被这个黑客给黑了，这是一。第二个，咱们大陆的现在网络上都在黑啊，咱们希望网友们踊跃的到白宫网站请愿啊，这个咱让盗国贼们看看，我们推有的世界力量的巨大。赵本山是国宝，绝对是国宝。薄熙来不喊一国薄熙来，薄熙来先生跟我有渊源啊，有过间接的很密切的交道。哎呀，我一谈又触碰了政治禁区了，因为知道了太多了，先不谈了，以后再说吧。这个薄熙来先生就是有一样，确实是女朋友太多啊，女孩太多。我的一个朋友跟他这个谈了一段恋爱，这个成天给我讲他这个方面，这是有问题的。中国的明星实际是最可怜的，大家要关爱他们，太可怜了。明星啊，基本上在中国人脑子里边，商人那就是下三滥被他们利用的工具，明星那他就是他们的尿桶，想干嘛干嘛啊。在桌子上看到明星都装着看不起啊，然后喝完酒以后恨不得都把人家拖到床上去。哎呀，特别是官员呐，官员把明星都当成自己家的小三儿啊。章子怡你指定不说，我上次跟你说了嘛，子怡是个挺棒的女孩，就是这个大家妖魔化，北京人，北京女孩不会说这个好听话，不会撒谎，但是人非常不错。潘石屹的料多了去了，还没开始呢。潘石屹同志的桃色新闻，潘石屹先生的往海外的转钱，还有他的这个资产和项目的来源，还有跟一个个人的较量，包括也想在这个权力上谋个一席半职，这都有啊。这个未来我是好好说说他，我先让他出手啊，我先让他出手。等他把手出完了咱们再说啊。我就喜欢看到人家把子弹飞一会儿，让人家出手，人家出了手咱才有机会。潘石屹在美国资产多了去了，我隔壁的大楼50%股权是他的，叫记忆啊，记忆大楼。又不行了，又卡了。OK 了，我现在我掐的时间呢，18分钟，上次是在16分钟，差不多。这个网的测试，今天崔总咱们聊聊天，测了网，很有意思，1400个网友现在在线看。崔总们，你们得记住，咱人不多啊，我简单跟你们说几句啊，未来。所有的爆料，你们的好奇心不但会满足，真的会震撼你们。咱先花点时间让你们心脏练练心脏，练练心脏啊！这不是黄燕的小手啊，让你们先有个适应的过程。我不希望有一天大家很多人爆完料以后疯了、自杀了、跳楼了、有抑郁症了，我不希望你们这样。现在先熟悉熟悉，等到文贵把料真爆完以后，你们。经过这段的磨练和锻炼，你们能感受到2017、2018、2019，我保证你们的人生最精彩。大家拿出时间来，好好有耐心。当你们这3年过去以后，你们会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啊，会完全不一样。按计划进行，一步一步来。第一季第七集在明年2018年5月份以前完成。然后开始进行第二季的第七，一共7集，然后到时候第三季，一共7集，
马云先生，未来到一定时候吧，我估计第二集的时候有些事儿会牵扯到马云先生，那也没办法了，跟阿里巴巴有关系。我就让你们知道咱们国家这些年这些钱是怎么被人家吸走的，你们是怎么被这个在一周内夺走了25万亿人民币的，这些钱又都去哪儿了？这些企业在背后是如何跟这当官的勾兑的，又如何把老百姓当成猪来养的，骗老百姓的？为什么你们的房子越来越卖越贵，工资呢越来越不值钱，钱越来不管用，生活很忙，收入很高，质量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不健康，幸福指数越来越差。